山景村位于屯门河以西，环山而建，村入面有轻铁站，交通配套一啲都唔失礼噶。传统公屋间隔，啱晒实用至上嘅用家。山景村位于屯门明琴路，一共有九座，系政府可出售公屋之一。户型种类多，间隔实用，窗户光猛，通风一流。全村大约有4900个单位。山景村依山而建，大部分单位都享有翠绿的山景，景观空旷开扬，空气清新。山景村设有商场，有街市、超市、便利店、快餐店等等，民生消费基本想要的都有齐。村入面更加设有旧式公屋的冬菇亭，以及儿童游乐场等等基本社区设施。如果喜欢行大型商场的话，市中心的 V-City、屯门市广场、一田百货等等一定能够满足到你，入面食肆、商铺林立，消费选择样样齐。交通方面，山景村入面有三个轻铁站，包括有山景北站、山景南站、明琴站，可以接驳到西铁屯门站，往返市区直接可靠，打工仔就无需头痕啦。村入面亦都有巴士总站，有专营巴士线往返深圳湾，亦都有村巴往来红磡同埋湾仔。校网方面，屋苑属于小学70校网，而中学方面就属于屯门区，包括有顺德联谊总会梁球居中学、宝良谷董玉替中学、宝良谷八周年李少忠纪念中学等等。另外，区入面的岭南大学和各位家长趣志若慕的哈罗国际学校，亦都为屯门区的学术气氛提升不少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。